的娛樂 CSI 咧，終於都唔使翻去 TVB 講下陳志雲啦，而係講下呢一排嘅賀歲片嘅。咁賀歲片咧，今年有兩套啦，有曾志偉嘅《我愛香港》同埋黃百鳴嘅《最強喜事》嘅。咁《最強喜事》咧，大家都知道揾咗邊個去做噶啦，個個都講啦，呢一套戲咧，其實嗰啲片酬咧真係多到不得了。究竟阿黃百鳴係咪真係可以咧回本嘅啦嚇？咁個個都認為咧，今次咧最高片酬嘅應該都要講係阿柏芝啦，柏芝竟然收咗800万票酬咧，系拍呢个10日啫噃。咁其实到最尾，一班消息人士指出，原来最高片酬嗰个竟然唔系佢。咁究竟系边个咧？俾一齐娱乐试一试。如果大家有看報紙的話，都應該知道最強盛事有些什麼人去做的，有甄子丹、劉嘉玲、張柏芝、古天樂、鄭中基等等，其實也有大量的串星，意思就是一些特別客串的人，包括有 Steffi、Angelababy、洪黛林等等。其實每一年的賀歲片都是銷大堆頭、熱鬧這樣的。今次就是時裝片來的，就說兩大化妝師甄子丹和古天樂的故事來的，大家都会觉得有很多的女主角是正常的，因为她们化妆师身为周边应该有很多的艺人、靓模、模特儿这样，就是全部的女主角来了。当然大家都知道之前听过甄子丹拍这套电影是收了1000万的，而她要开工就是10日这么多，而张柏芝就收了这个800万拍10日的。大家都知道她片酬就够晒高的了，其实高也是正常的，因为她复出之后的第一部电影来的嘛，她当然是要收贵一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应该都是张柏芝就是这么多的片酬入面收得最贵的那个来的了。但是一般知情人士翻查过开工的日子和片酬，才发现其实最高人工那个不是甄子丹，不是100万一日，也都不是张柏芝80万一日，而是刘嘉玲吧。咁刘嘉玲又点呢？原来刘嘉玲咧系收咗500万嘅片酬噶，但系刘嘉玲要开工嘅日子竟然系4日啫。你冇听错，刘嘉玲喺最强盛事嘅戏份咧系得4日嘅啫。但系你之前都听过啦，其实嘉玲话佢虽然拍4日啫，但系每日系踩足20几个钟嘅，基本上系拍到佢傻咁滞嘅。咁佢咧就话佢收咗500万开工4日，即系证明佢系有125万嘅片酬一日噶。所以系成套戏入边咧最高片酬。那個的，而古天樂又怎樣呢？古天樂就是收得這個40万一日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太多戲份了，有20日那麼多。其實這個最強喜事拍了3个星期已經拍了一半了，現在剩下的戲份就是古天樂和張柏芝的戲份，甄子丹和劉嘉玲已經可以收工了。至於其他的串星又點咧？洪黛林就收12万一日啦 ，Angelababy 收11万一日啦，而阿 Steffi 咧，鄧麗欣咧就收呢個10万一日噶。其實咧有咁多嘅人咧一齊拍咧，好快咧就拍完噶啦。至於問過黃百鳴啲人咧就話：哇，好似劉嘉玲咧得4日戲份，其實佢唔係客串噶，唔係第一女主角嚟噶。黃百鳴咧就話：咁就錯啦。其實張柏芝同埋劉嘉玲咧都係女主角嚟嘅，戲份咧係好平均嘅。不過男仔方面的確係古天樂的戲份是多過甄子丹少少嘅，所以他要開工就開耐啲啦。他話今次冇辦法啦，賀歲片永遠都要趕噶啦，因為而家拍完之後仲有大量的後期製作，而2月就要上映啦，所以他話真的非常之趕嘅。他都知道啊，嘉玲就有少少唔係好習慣咧，翻20几个钟头啦。但是而家佢嘅戲份已經拍曬啦，所以嘉玲可以繼續休息咁話噶。講咁耐，係時候八轉公投。今日八转公投题目想问下你，你觉得哪一套贺岁片《我爱香港》正是最强喜事会好看一点呢？对着你意见去到八转娱乐的网站 click 入讨论区，将你的意见发表。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